下一首曲目《昂首阔步向前走》，这首曲子在日本人当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存在。他们在每次朋友遭遇到太运气不太好的时候，碰到一些厄运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以这个曲子来鼓励对方要昂首阔步向前进。看到名字，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曲子是什么，不过我想你听到了，你肯定知道。岛根县的位置呢，跟地震发生的东北地区正好是一个斜对角。如果你担心辐射层问题的话，到岛根去不用担心，因为在山的另外那边。不过这个曲子他们拿来慰勉他们东北的同胞，因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昂首阔步向前进，非常有精神的一首小提琴曲，我们一起来欣赏好不好？